个感觉太美了。你不管是用中国的古画来看它，还是用现代的感觉，它就是一种感觉，非常非常好。而且你用的色彩非常的强烈，你用黑、黄、绿，没有太多的颜色。啊，这张画 super。Super. Super good. Super good. 真的好。是吗？真的好。这张也很好。哎。这张也很好啊。好在哪里呢？我不是乱讲的。是。这个直的线条太好看。比韩国鱼的香肠不服还好看。罗老师，我要给您照张相，纯正。不能照了。来来，帮我照一张，否则我太太说你又我就在乱讲。老师今天太丑了。一二三，好看好看，再一次。一二三，你把它放在族群里面。谢谢。老师讲的。太好了，这线条太好了。朕之所以重用你，不是因为魏皇后，而是看中你具有统帅之才。臣幸得陛下之谕，愿鞠躬尽瘁，万死不辞。
生何必相会，今生何必相会。流星闪过，莫须伤悲，千百年之后，谁又还记得谁，谁又还记得谁。
江山起起伏伏，温柔的曲线，放马爱的中原，爱的一国好江南。天地一道雪剑锋，一段情的陪伴，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。做人一一干难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年复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看铁蹄征战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浪尖，紧握住日月旋转，宣扬我人间安得百年难忘，我站的海峡再活五百年。情不变，年复一年，做人有
走过这地方，止不住回忆。
是吗？有退步吗？有退步吗？进步。哦，进。或者我太太不相信，我说老师说我进步了。进步，完全进步。是吗？那个线条，那个感觉太美了。你不管是用中国的古画来看它，还是用现代的感觉，它就是一种感觉，非常非常好。而且你用的色彩非常的强烈，你用黑、黄、绿。没有太多的颜色啊，这张画 super good， 真的好，这张也很好。好在哪里呢？我不是乱讲的。是。这个直的线条太好看。比韩国鱼的香肠瀑布还好看。罗老师，我要给您照张相，纯正。不能照了。来，帮我照一张，否则我太太说你又我就在乱讲。老师今天太丑了。一二三，好看了，好看，再一次。一二三，你把它放在族群里面。太好了，这线条太好了。我的签名有进步吗？没有进步。签名我会没有在上。Too much。又带一张，又是一个，有一个中文、英文都有。这张比较难。是你自己刻的吗？哪个？这个张安琪。不是，是我一个朋友给我刻的。不要盖它了，不要盖。太大。OK。太大。他宣誓多久？这两张非常好啊。可是我在考虑自己要不要出去，某部分要不要出去，因为他的白，他抢了他的白，抢了中间的白。您说这个应该出去？这个要不要出去？他出去的话，中间的白更 unique。假如说不出去的话呢，他后面是。这个造型是闪的，这个黑的是闪的，那边还可以，这边太大，我这就要踩到这里。不可以，因为我本来准备画白黑白，可是画黑白以后我觉得太乱，我刚好旁边有金墨水，太好了，结果就把金墨水刷上去，我觉得看起来反而好一点。very good。所以有的地方可以染一下，可以把它 OK， 把它集中白色集中在中间，这张也非常好啊。这张这两张有点乱，要怎么样给它改？黑色太少。哦，黑色。黑色，你也因为你的颜色太重，所以黑色压不住。所以这张可能要加黑的，再泼一次墨。这张是一张横的走向嘛？对。横的走向，所以你要想办法让它横的。那我就把原来已经有黑的地方再加重。那你很难啊。试看。很难 repeat。我试试看，下次我带来老师再看一下。Okay， 好。这张应该怎么样呢？这张那个蓝色太亮了。哦，这蓝色太亮。黑色压不住。中间这两张非常好，就是旁边这两张，它的黑跟白不聚。这张的白太散。这张是因为它的黑不够压，不够重，所以颜色照白。
朱律师讲的非常好。这个要延伸出去吗？我觉得要。OK， 我试试看。好，谢谢。先对准，对。可以，我自己来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帮我调。哎，好。真的吗？嗯。摸摸哎，来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这个就是你寒假的成绩吗？对，我寒假的。我跟你讲，哎，刚刚这边只要这张实在是 perfect， 这张啊，你只要一点点，你不要刷它太多，你就把像这种刷淡淡的哈，你只要刷。这边刷一点，不要整个刷，它平铺过来，然后淡淡的就好，这就一百分了。OK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这样做棒？为什么？就是说，为什么？你颜色没有到那么杂，因为那个画面的颜色，不要超过两种三种。哦。木为主的话，大概是两种，所以你这样会哑，就是这样。嗯。那你这个会，就是因为它颜色太多了，所以你这样如果加木的话，其实你就 OK， 因为这样其实整个都很美。嗯。纹路很美，就是说你太杂。嗯、真的，你必须要同色系或什么样的两种到三种。Okay. 我以前没事还骂刘老师说我画的就不敢用，可是这张非常雅，就是两种。Okay. 然后这张呢，这张老师说你来的太有点这个，哦，这张有点突兀，是我想，因为你太硬，而且在一边。你如果说他那有点稍微一个弧度或一个怎样，你现在等于一边全部在这一边，你看。对不对？你等于全部在一边。通常有一个走向，一个画，一个走向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我自己都做不到。嗯。就说你不管是白的，你如果白为主，一样也是让 S 型或什么型，你就不要一个斜线这样过来。对，你觉得我这个怎么样？这张很好，就这样。这张外行人看也都很赞。这张 OK， 这张100%。很怎么样？很赞。很赞。对啊，你因为其实你的纹路也都很棒。这张我是碰巧。这样就是。我是碰巧。然后颜色。因为我本来是黑啊，画出来以后，我觉得太有点乱。还好，你又继续再加，结果不要加。结果我就把金色的墨水泼上去，我就效果很好。所以有时候你在做的时候，你就重复加。你可能做了一半，我以前每次都这样，做了一半的时候给老师看都是好，等我再加满完蛋了。哎，对，是这样。真的，我们都会做到 over。是。太棒了，大师，这很浪漫。赶快带着我去纽约玩。好浪漫哦。随时来。这么美啊！太棒了。铅笔就是可以吗？老师说不好，可以吗？老师说不好，啊，不然怎么办？不可以了，不是因为哈，你的太稀释了。老师一直说你要铅，而且老师说这个不好。对对，为什么？这个印章不好。不是的，我告诉你，它已经不是传统水墨，它如果是长筒的卷轴，它可以这样盖。那他是说这个印章，这个要怎么样盖？对，这要怎么？不是啊，这已经是易稀释的，所以要怎么办？就不要盖这种中国式的章。要盖哪一种？盖什么？根本他们就觉得就是有一个章，简单的一个新闻的什么什么那样就好。了解了解。然后签也要签的艺术一点，或什么样的。不要就乖乖的这样子就对了，就不要像中式那种。那刚刚说我们每个都一样啊，这都是我们的问题啊。好，谢谢。不，我只是参考，不要。真的。然后刚刚这个真的好可惜。您讲的很对。这都很漂亮，其实这都也很好。好美。然后这都就稍微这样子，然后因为稍微刚刚有点曲线的走法走向，然后呢，你不要全部都这么亮，就是还是要有墨有浓淡，色要有浓淡嘛，就某一块特别强，你变成从上面到下面都一样强。太亮了。好神秘哦，第二张还好神秘的美。这张。第二张。啊。第二张的神秘的美。
第一张不用看一定很漂亮，我第二张好神秘的美，有点神秘是吧？像忘忧森林那种感觉，好强哦！你是有用什么化学的吗？你们可以弄成这样？好美哦！我有点加一些那个白色。哦，白粉哦。白色，对，白粉。怎么那么美啊？谢谢啊，谢谢。太厉害了。早已有